以为做贼好坎坷，真系好冻啊，冻死我啦！唔得啊！咁系因为你悲观，我系超级英雄，你系贼仔嚟啫。作为公务员，文物厅委派嘅负责人就系你，佢睇到对文物上瘾嘅好处。呢啲系咩嚟噶？全部都系臭又偷嘅嘢，究竟系边个？信我啦，我哋一 team 嚟噶嘛。德国宝迈向50周年智能家电家私橱柜呈现倒插7个朝鲜通宝，星期二晚8:30。